宝贝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耳边唱歌，还可以送你包包。如果你唱歌不好听的话，还是不要唱了。你又唱歌又送我包包，你是蚊子吗？宝贝，一见到你，我的心就砰砰砰乱跳。那应该感到开心，因为心脏不跳就死了呀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生哦，宝贝。谢谢，我知道。没有没有，我不这种人，就一般遇到这种我就说谢谢。你的照片真的好好看。我的本人应该也还可以。